有人。喂！你干嘛？看不到人吗？你看我手机。哎，没事，我帮你拿新麦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被杀死了！啊！嗯。这个手机也就200块钱，这么好的手机才200块啊！再送你个牌，嗯，可以。他妈个逼，100块钱，等，卖了的。喂！都没得吃了。真的假的？肯定是真的啦，我都卖了好几个了，他们家的卖价是最高的，1000块，现在卖还能多卖1万多呢，赶紧去吃吧。